甜心老师，你今天给大家的长辈股好好赚哦！我跟你讲，怎么了？今年赚的不是重点，重点是明年的长辈股啊，开始冒芽咯，开始冒芽了，是谁？我想知道，想了解吗？当然，看节目咯。欢迎听众好朋友来到股市甜心的节目，我是品化，现场为你邀请到的是华冠投顾分析师刘云熙刘副总刘老师，甜心老师你好，品化好，全国的投资朋友们大家好，我是华冠投顾股市甜心妍希老师哦，今天来到了12月14号哈，一生一世哈，爱你一辈子啊 ，Jumi， 爱甜心长长久久，让你获利999。来这一波呢，甜心给大家的标的，让大家赚到翻天了。这一波我们的深达科165个百分点，这一波我们的台盛科给您价差几丢就火力碳砸高班呢，哎呦吓死宝宝了，十张就150万塞进库啦。还有呢，这一波大象都会跳舞的元泰也好好赚哦。来来来来来，亲爱的好朋友，我相信大家敲碗很久喽，想跟着我们一起来预约2022年的长辈股的好朋友们，来来来，要把握我们的新粉专了，把握年底前最后一档最优惠的专活动 ，for 我们的广播好朋友。新粉、银粉、铁粉，全部通通都来，把我们的新粉的专案跟上最会做长辈股的老师，跟上呢最具有长辈缘的老师，就在这里啦。本节目别无分号，为什么把脸遮起来？不是把它捧起来圆圆的，把它瘦一点，要瘦一点，不会这样子很有长辈缘哈。想要呢赚长辈股，想要呢拥有长辈股的好朋友们，指明我们的甜心老师就对了。好，老师，那回到我们今天的台股哈，我挡波啊修。小夸恐怖一下，小夸哈恐怖。嘿，今天的盘是拉回了超过百点呢，不要恐怖啦。哎，来放 K 线哈。好，这个哈稍微注意一下，我已经近期一直讲，这叫什么？静观情却，对对对，会震荡，对有。我有讲哦，这两三天的节目都是提醒你哦。好，我们来讲一个重点哈，最近你要先知道要干嘛嘛，对不对？哎呀，真的。来，这礼拜首先呢、啊，像美国、英国一些欧元区的国家要开利率会议，这其实已经是例行的利率会议。是，那利率会议呢，市场又解读了，好，又解读像美国的 Fed 嘛，好，这个礼拜要开会，他又解读说要缩减购债的脚步要快一点。对，来，这个我先给你一个小结语，好好好，这叫什么老议题了吧？老议题，老蔡重新缩减购债这件事情讲很久了，有哦。但是我常说，一个决策下去，有正面有反面，来哦，你缩减购债，反面的人吼会视为说，哎呦，市场的资金变少了，市场的活水变少了。是但是以正面来去思考的话，就是因为经济已经慢慢的步上正轨，当步上正轨的时候，我不要撒钱啊？为什么？因为我的经济的活动就可以补足，让那个往上前行嘛，是对不对？所以步上正轨的时候，我问你，我不撒钱好不好？好，好啊。所以正反两面，看你怎么解读嘛。再来呢，你要看哦，这个礼拜五就是美股三个月一次的四五日，对。好，那讲回来，我们台股明天呢，干嘛？台指期结算。所以你可以看到，来今天后，大家会比较担心的是，因为以形态来讲，吼 ，K 线是跳破月线的，它在十日线附近震荡嘛。对，来，我这里跳出来看我，好，看我，你不要一直把 K 线看到自己。来，昨天的新闻比较重要的是什么？来，古月涵，大家常讲的，台湾投资先生，是对不对？古月涵说什么？来哦，台股在这里逼近20000点。对，我在讲他讲的哦，不是我讲的哦，来转述，嘿，逼近20000点，20000点。然后这里哈，我认为台股有泡沫的风险。然后呢，尤其是大家做最后一笔的时候要干嘛？动作跑快一点。这昨天他讲的哦，不是我讲的哦，今天在反应哦，是好，这里我给你一个注解，好，我常跟大家强调，你今天看一位分析师的操作，你要看他长远的看法，一个大波段的，对对，你要看他长远，我来告诉你，古月涵今年在做什么？好，你来看哦，我现在 K 线跳出来了。好，今年这个泡沫说，他说台股后上20000就是泡沫，不是现在才讲。他也不是现在才讲，当然不是啊，三月就讲了。天哪，我来啦！来，你现在看到我现在放在大盘这里，来三月，三月就在讲了。台股你这样子比对，是不是16000、15000？
左右的位阶，对，他已经在讲台股泡沫了。好，是 ending， 来，我告诉你，我问你，假设你真的把这件事情听到心里面去，是都不想操作了嘛？对不对？你就是想要等哈以前的那种六千点、三千点啊，你慢慢等啊，来拉回来，是这个真的是很难。这个你要用经济的角度去看，你慢慢等，等到头发白了再说。为什么？来，我三月古月涵讲过一次，好，你真的听进去，你这一波没赚到，看清楚，没有那个妍希赖的，赶快去下载，因为我现在连着 K 线比对给广播的好朋友们听，是我要让你对形态有了解。来，这一波他没赚到，我们万马奔腾你没赚到，好，再来，这一波也没赚到，哎呦，好可惜哦。还有，还没完，这个才到年终，还没有完呢。再来这一波，天哪，好一样没赚到。所以，当你以后把昨天古月涵的话听进去了以后，你要知道的是，你回去看一下，他今年度等于三波都没赚到，他是零呢，从一万五到一万八都是拜拜拜拜再拜拜啦。天哪，一万五到一万八，甚至到了接近两万，他都没有赚到哎。所以啦，你还要听下去吗？唔唐啦，回头是岸了啦。所以我在这里后，我要常讲哈，我说今天你要看的就是一个分析师的长远的操作嘛，对的，对不对？再来呢，你要看的是什么？股票有没有延续性嘛？为什么？来，你今天看到盘势是震荡，我现在告诉你哦，大盘这里叫最后的压缩啦。为什么？我们来跟你讲，这礼拜等 Fed 开完会，好好好，开完会其实也就尘埃落定了嘛。对呀，没错。好，那开完会我问大家，外资是不是开始要休圣诞节啦？对呀，要叮叮当喽。那去休假好不好？好，好啊。看回来干嘛？内资的天下哦。那内资的天下好不好？好啊。为什么嘞？因为从去年外资一直卖台股到今年。投信内资从去年大赚到今年，近期外资刚进来，是不是就开始被盗了？对呀，我说过嘛，这里要干嘛嘞？不可能一下子让外资收割嘛，这很正常。是我把你赶出去以后，我再进来赚，好不好？好啊。所以我说台股有自己的资金动能，你要去把眼光放在强势股、有主流、是有未来的个股上面。好，举例来讲，好，深达科，深达科，我们的深达科让你赢在起跑点、不就是又赢在起跑点？有吗？来哦，你今天看到它，即便接近跌停哦，那也是它的股价从77块拉到200，然后一根的跌停。还好啦，有没有股价从77拉到200以后，我问你，一根跌停有感觉吗？它一波飙出了165%呢。再来一个重点，好，妍希常教，你77买喷到140，股价翻倍了，股价翻倍了，哎呦，老师哇，真的就惊呢，可以卖一点。上面是干嘛？张数就是放，我常讲哦，上面放的张数绝对要你干嘛？吃得下睡得着。是这个张数是你放在那边都不想理它的，零成本让它飞。对啊，有担心吗？不用担心，边团的。好，再来，我们看盘。为什么我要这样跟你讲嘞？我要强调的是，你看盘后要有感觉。你记不记得前面这一段？这一段后，这个那个上影线大概在11、19这附近。是这个时候我强调了获利满满。然后呢，做人如果没有梦想，跟咸鱼差不多。我已经从底部这样一路赚上来了，我可不可以收资金？可以，你可以把我前面的节目拿回来听哦。非常清楚，都有存档的，都有存档，没错。对，然后我还告诉你以后回落的时候是什么，你的机会有机会跟命运，你想要什么机会呀？对啊，马上记忆就来了嘛。有的，有的。好，到了29号这里来哦，你台股 K 线比对清清楚楚，这里我告诉你什么，财富重分配又一波了，又一波了啊！是的，那你现在是不是看到？哎呦，你去思考，我是不是连这么短的回落800点我都帮你避开了？有的，到这里好，这样子。这样子大涨了，对不对？好，到大涨了以后，近期我跟你说什么啊？冲关前的压缩可不可以压缩？可以啦。哎呦，就是这样嘛。嘿，可是你有没有发觉，近期妍希的节目叫你干嘛？太弱留强，太弱留强，我已经花了大概3天的时间在告诉你了。我就说，有些时候就是。投资朋友们有时候会像什么青蛙，温水煮青蛙都没有感觉。老师讲第一天太弱留强没有感觉，老师讲第二天没有感觉，讲到第三天，有感觉了，已经3天了耶。
唔同安尼啦。好，你一样，你看回哈、嗯，你看回森达科就知道了。为什么我说哈，我的选股哈，我会让你赢在起跑点、嗯？因为当像这样的震荡的时候，你已经赢在起跑点了。没错，股价77冲到200，是啊，回落一根，嗯，你会担心吗？不用担心啦。那我也强调，我帮大家在选的股票永远是什么、嗯？在成长阶段。成长阶段的公司，什么叫成长阶段、嗯？来哦，你要知道产业的景气循环嘛，对不对？刚开始是萌芽，这个我说过了。这个图大家都要拿回去，趋势图背起来，背起来。为什么？你就是找那14%的，嗯，你就是找那14%。今天很多人来问我爱普，我就已经点名了，他在那个66%那边了。那他一样可以做，是，但是呢，价差，哎，有没有？要懂得做价差。所以我要告诉你，你要分清楚产业还有公司现在是在什么样的位阶嘛、嗯，这样要很清楚。来，为什么我说成长型？来，你把来自星星的你拿出来，先累计换拿出来。哇，好恐怖哦，妍希，你昨天讲的那个后。隐藏版啊涨停嘛，叮咚嘛，对啊，叮咚啊。今天呢，来哦，2312，看上面231，哎呦，2312，我们的金宝，哇，今天呢又创高嘞，哎呀，好厉害哟！我今天不是要告诉你我多厉害，我只是要告诉你这些股票我早就选给你，因为有未来有趋势，我可以提前给你。有的有的，只有什么涨得快跟涨得慢的差别，所以你选股会不会像妍希这样？嗯，对吗？所以我说你要看的是什么一波的操作嘛，对不对？了解喽。来，现在的目光，嗯，就是放在明年的长辈股，明年的长辈股就是明年的获利哈，所以再叫陈边边啊。对，所以以后假设你。今年后可能觉得赚太少的，赚、不过瘾的，赶快预约明年的获利喽！预约的明年的获利，亲爱的老朋友，最会做长辈股的老师就在这里喽。甜心就是长辈股的代言人，所以呢，明年的获利。那里以后，今年度就要帮你传便便啦！我们要开始布局喽，所以亲爱的朋友，把握呢年底前最后一档最优惠的专案活动，我们的新粉专案，给您会籍会费双重的优惠给大家，让你都能够轻轻松松跟上甜心赚大钱的脚步，赚长辈股的行列喽！赶快跟上呢，操作明快清楚，让你资金做最灵活运用的老师，更能够让你避风险又赚财富的老师就在这里，把握新粉专案，广告时间留给您打电话喽！欢迎回到股市甜心的节目，亲爱的好朋友，把握年底前的最后一档，也是那最优惠的一档哦 ，for 我们的新粉专案哦，新朋友、好朋友们、旧粉、银粉。银粉、新粉、红粉也好哈，我们最爱了。所以呢，把我们的新粉专案哦，赶快跟上呢。最会做长辈股的老师就在这里了，能够带你避风险又赚财富的老师就在这里。看到我们的侧标，来震荡是锤炼长辈股。哎，说到了长辈股，无人不知、无人不晓的就是这一档了，老师的代表作之一。为什么要这样讲哈？来，今天台股跌嘛，你把爱普 K 线看一下，是有它是不是？它有每天涨吗？没有哎。没有啊，它是创高之后，哎，震荡、啊，然后呢，创高再震荡，哎，再创高再震荡，再喷出去、啊。对啊，难道你看到长黑你就不爆了吗？我买的底够底五字头而已啊，我看到长黑就像今天好了，同样你看到森达科长黑，但是你买的是底部，是底部，你已经赢在起跑点了，一定的、啊，我已经帮你挂好避震器了，有的避震器很重要，那你该怎么样驾驭长辈股？嗯哼，真的没有别的功夫，就是拜托你把产业看清楚，是。拜托你认真一点，没有捷径的哦，没有捷径，完全没有。你要对产业摸得熟，对，要摸透，嗯，对不对？所以我在这里我常讲哦，我说我认真不用讲，你看到现在，我连十月给你的股票都还在飙，真的，十月飙到现在两个月了还在飙哎，对啊，所以我这里要强调哦，来，我给你的股票是够有延续性的，而且妍希也跟别人不一样，我不只会赚，是我还很会守，守，我还很会守，这里就要强调。来哦，今年你看哦，一月是当时是回档千点，对呀，我很会守，为什么我要很会守？这个有一个重点，当你冲高以后，我帮你收资金，赚多的收一些，赚多的收一些，下来。下来的时候，你才有资金买，你才有子弹可以买呀、啊！不就是这样吗？哎、欸，对哦，你上面没有做一个后获利的动作、你下面怎么会有子弹买？是啊，哎、欸，很重要哦，这很重要哦。所以你看哦，我1000点对避开了，避开了。来，
我二月给你什么？雅信最恐怖嘛，是啊，财运奔腾里面的雅信。对啊，刚才平话来讲哈，他少赚了财运奔腾嘛。有啊，真的，他从三月喊到现在，妈呀，你看少赚多少啊？你看少赚财运奔腾，少赚七月获利秘籍，少赚信念计划元宇宙啊，少赚好多。你用这样看就好，我要的是你用长线的眼光。所以我为什么一直告诉你这里震荡很好，你一定要赶快预约明年的长辈股，没错。来，那但是我换个白话文告诉你，来，你现在你如果哈现在抱着是明年的长辈股，那它现在是不是还在底部？当然，还在底部的时候是不是冲高要震荡？那震荡你看来该怎么震荡？我这里就不敲 K 线给你看，但是我要先告诉你，假设以强势股来讲，它的震荡，我问你，多头格局不变的时候，我要缓涨急跌。急跌好不好？好啊，这叫什么？长痛不如短痛啊！直接来一刀更快。我明明要花两个月痛，我宁愿他痛两天，直接棒棒，好不好？好啊，好啊，好啊，这就是好啊！所以我说我的逻辑跟别人不一样。哎，对啊，两天棒棒只有20%，不然你要花三个月棒棒吗？不要啦。不要不要不要，真的来一刀比较快。好，来来，我们拉回来。所以我说，我不只很会赚，我还很会守，是对不对？来，一月帮你这一段避开来，五月2500点，妍希还是帮你避开。有的，再来八月后有没有快很准赚？以后1800点，嗯哼，九月呢又1400点，避开啦。打双脚又被妍希讲对了，哎、欸，是哦。打双脚，我又给你训练计划，我又给你元宇宙。是到11月底的时候，我告诉你什么？哎呦，做人如果没有梦想。跟咸鱼一样，连800点我一样帮你避开。欸，不管是800点还是1000点还是2500点，都帮你避开了。同样的啊，就同样的啊，对不对？好啊，那这里我是不是告诉你？哎呦，关前的压缩，这里还没有很怕啦。万八的关前，我知道你还没有很怕啦。再下来你才会怕啦。才会有感觉。但是我这里要告诉你，你就检视一下手上的持股，一定要。为什么？缓涨急跌啊！假设它是急跌，前面都慢慢推，慢慢推，哎、欸，漂不漂亮？漂亮啊！就是漂亮。来，你刚才把那个爱普拿出来，好。有没有看到来这一根黑 K？ 是这一根，这一根。你前面是不是缓涨、缓涨、缓涨，绑一根、绑一根啊？然后经过整理，是不是又跳出去？又跳出去了、啊。同样的道理啊。哎、欸，你只要拿以前我给你操作的股票，你就知道了。老师看到这一张哦，我们是整年度的哦，对，让大家避风险又赚财富的这整年度。老师刚刚讲到那位知名人士，他是避开了没错，但是反观他少赚好多哦。对啊，好可怕、啊。哎，少赚很多呢。我们刚才在中场休息时间提到哦，平话就说：“老师，那这样子，那相信的人，放到心里的人，那就退出股市就好，整年度就不用做了、啊。”哎，对 对，那你看你整年度不用做，你落掉多少？你光看也是今年的长辈股，对不对？来，为什么要这样讲？前年我是爱普是长辈股，长辈股，去年是敦泰，敦泰翻了4.8倍，今年到底几档长辈股了？猪、哎、翻不及被宰、啊，猪翻不及被宰啊？为什么嘞、哦？你来看哦，为什么？你看年初雅信，雅信呢、啊？雅信年初一波是，然后呢，年尾又一波，整波段呢，哎、欸，这样加起来310个百分点的股价翻出4.1倍。对，然后呢，你又再看到宅板，是啊，妍希，你的宅板也好强哦，两档长辈股，不止锦硕，不止星星，星星，再来呢，高速传输、来那个星链计划是谁？森达科、创维、再来呢，10月5号我叫你底部进场，资源更恐怖，哎呀，好好赚哦，啊，你到底落掉多少？真的去想后会心痛哎、欸，真的会心痛，你是避开没错，但是你少赚很多，你也堆心关哎、欸，所以在这里吼、我提醒大家啦，哈。这里关前的压缩好不好？好啦，好啦，为什么压缩压一压后来？你去看大盘的日线，是一样是红的啊！我就说嘛，它这里平拖平拖平拖去等指标收敛之后要反攻，就刚好干嘛？封关大涨大赚。对不对？哦、大涨、哦、大涨嘛，是封关大赚，这样好不好、嗯？好啊，这样子过年开不开心？当然开心啦，开心嘛。所以我说哈，这个来近期假设哈，你看了妍希的节目这么久了，来森达科赚太少，哎，赚不过瘾的。森达科资源又赚太少，妈呀，老师这都雅信又赚太少，锦硕又赚太少，哎、来就把握这一次哈，年底最。最终的优惠的对、最终的一个新粉专案啦，年底最后一档哦，今年年底最后的一档呢，要你把握就是明年的获利，明年的获利，明年的长辈股，现在就要预备备，就要攒合力啊！所以把我们的新粉专案汇齐会费给你双重的优惠给大家，让你都能够轻松跟上，不管你是小资族或者是大资金的好朋友，老师的操作 just for you 哈，客制化的操作，让你都能够拥有甜心的
第一手的讯息，来把我们的新粉专案广时间留给您打电话咯。节目中呢，再次感谢甜心老师来到节目当中，谢谢品话，幸运甜心在华冠，荣华富贵跟着来，妍希祝全国的好朋友们操作顺利哦，怀体频道的好朋友明天见咯，拜拜。本公司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效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本节目资料仅提供参考，投资人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华冠投顾104年金管投顾新字第009号。